生台还有董娜哦，在大溪劈腿是基本技能。啊，对于外地或者是其他阵头，我们不知道，听说都是绝招啦。啊，我们是基本款，对不对哈？都认识弟兄，干嘛这样笑？没有讲错了，大溪人没有认输的啦哈。咱东音社吼，大家辛苦，大家辛苦吼，尤其咱中文组，咱中文组吼，咱的兄弟啊，大家辛苦，大家辛苦。那、我听说董二年纪比较大的也是要劈腿是吗？有吗？被董二你要劈腿吗？大家慢慢走，走到前面，然后蹲，攀劈下去，我们就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骨头不好，掌声鼓励，还是要掌声鼓励哦，不要为难被攻啊。欢迎咱桃寮龙滨社，咱的新东团，咱的新东团吼，咱的东阿祖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大家辛苦吼，谢谢我们东阿祖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大家辛苦。
迎这罗主吼，咱的大公这罗主跟红布当指标，金碧青丘，姜爷那路边车，红书关心地军，圣家的人，这罗主团前来祝福，平娘家三敬香礼，一敬香拜，再敬香拜，三敬香拜，献上清香。祝前金碧金香节后，发生红绫寿礼，请礼生呈现。恭祝路边车欢庆帝君，圣诞千秋千千秋，圣寿无疆圣圣寿，一敬献拜，再敬献拜，三敬献拜，献上金香节后。八仙彩礼，把那礼品提起来，阿婆赶快吼回我那里，刚当属电话吼。大家保证，大公接楼主跟同步当属电话上。